给小姑娘办个同学聚会，你选的啥地方？全是蚊子，有篝火、啊？开玩笑呢？哎呦我的妈！烤个羊啥时候能完事啊？哎呀哎呀，你转这玩意儿能整动吗？杠沉的啊？工业到没？那行，那晚上咱那个点篝火啊。烤烟花呢？啊，还有烟花呢？必须得闪电啊！行，那咱先走呗，你别管了，让那个工人干完了，走。你那几个同学，我都让他们给你安排好了，一桌的话，餐标是1000块钱，行不？啊，咱先走呗，说就完了呗。行，到时候晚上的篝火你点啊，一会儿。哎，你自个儿上啥菜呀、啊？你谢谢。这个孩子嘛，干上眼了，干上外行呗。你们这什么菜、啊？妈，也就酒能喝的。怎么了？吃不好吃还是怎么回事啊？做咸了还是怎么？你们自己来尝尝，你们自己尝，你们做这是叫什么菜？不是你，这是给人吃的。啥意思啊，哥们？什么意思？你自己尝，我跟你说的挺明白的，菜吃不了。这菜有啥问题？你说。我没有问题，就是吃不了，你自己尝一尝，什么问题自己一尝就知道。就你不爱吃呗，是吧？哎，对，怎么了？这怎的了？哎，掉了，掉了！给我孩子了。好好惹！行吗？拍上吗？你还是让人整他。放手。行不行？好看吗？下雨了。下雨了，怕啥呀？你同学不都在这儿呢吗？浇不灭，对不对？火是浇不灭的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它是向上的，能懂吗？没毛病。兄弟，啊，刚才不好意思啊，刚才有点喝多了，不好意思。没事。别吃了呗、啊，我让你找个酒店，你把我往别墅领什么玩意儿啊？你搁钱不是钱，他找的，谁找的？他找的，我找的，你找的，嗯，你想住别墅啊？啊，不是啊，我有朋友在住。你啥时候认识住别墅的朋友了？我之前就认识啊，之前就认识了。那怎么事儿？你是给他发个消息还是怎的？嗯，那借住一宿呗，多少钱给他呗？他说来接咱吧，来接咱，嗯，啥时候来？你往那边走走呗，现在就来了吧。别领走啊。哎，你好哥们，走。啊，手什么玩意儿？手手干啥呢？这谁呀、啊、我朋友。这是你住别墅的 那朋友？对呀、啊。什么意思？你住别墅，你就能随便搁我身边把女孩领走呗？怎么你有意见呢？没啥意思，哥们儿，认识呗。认识什么？三亚现在也这样了。他我们今天要在这住一宿，在你这块，能不能借住一下啊？一楼客房留给你俩吧，走。啊！你别吃了呗。我说大别墅真好，走。怎么事住啊？住啊！这大屋干啥不住啊？哎，问你。这么多年你有点格局行不？哎呀，老舒服了，快坐会儿。我是跟你俩。哎，燕安、嗯、回来。咋的了？你认识都啥人啊？啥人啊？我怎么的，现在挺有格局，认识上朋友了啊？那我认识朋友咋了？我没说你认识朋友咋了，你认识点好人不行吗？那你们没有朋友啊？那啥是好人呢？那人家挺好的，哪儿挺好？随便就勾肩搭背了，就是挺好的，就是好人。那要没有我这朋友，那你们住哪儿啊？没有他这朋友，我今天连住的地方都没有。那是肯定的。我打死你！我。那你们住哪？你能交点好人不？我就问你，你咋变成这样了呢？现在呀？啥样？那你没有朋友啊？我有没有朋友？那个，你俩。你别指望我干啥，晚上就在这屋住，然后外面有蛇少串啊。
地下室也不能去，走。地下室咋了？地下室有啥呀？啊？就去。嗯，电视挺大哈，挺好。住住得住，干啥呢？打麻将呢？干啥呢？一眼呢？旁边陪着呢，打挺大。你这么的，这晚上这地方应该是待不了了，准备点东西啊，十分钟之内回去，快点。哎呀，哥几个玩儿呢？我不告诉你别来地下室了。啊，快瞅瞅瞅，玩挺大呀！瞅什么瞅？啊，来，你要喜欢，来，哎，你干啥？别碰我！哎呀，你起来，服了，坐下来。我坐这儿，坐下来，坐啊！你快点，别磨叽了。八饼，来，这不拦着吗？拿起来。算啥？连锁反应吗？杠两杠三杠四杠飘啥？我才给我干满了吗都？你是来干啥的？啊，这么事儿哥，我那个啥，我找他有点事儿。啊，我寻思那个啥，你们要是玩的话，你们接着玩，我带他走呗。接不了，玩不了。你把这把牌先给我结了。怎么的？把这把牌结了。我都没碰那个牌桌。啊，你没碰？我坐这儿了。你是不是坐我旁边了？非得下来？我不告诉你别下地下室吗？啊，我听明白了。能别磨叽了，不让你结你就结呗，快点的，等收钱。结了吧？你这桌就随便说话吗？都？嗯，怎么的？我应该先听谁的？我不能说话呀。我是听你的，先给你结了，还是先听你的？啊，我是说话。我兄弟让你结，你就结就完了呗。啊，那我要是不结呢？结你指定是走不了啊，不结。那么多话呢，怎么？干啥呀？你指定是走不了啊，不结那么多话呢，怎么？干啥呀？演电影啊？演不演电影？今天是哪出啊？这是？你说点什么？自取威虎山。你别跟我废话，说点紧。哥们，你敢做山雕呢？什么社会了？我做不做山雕的，赶紧把账结了。我给你接微信转你呗。对，可以。微信能接吗你？我哪都能接。你确定吗？那么的吧，你给我现金吧。不还是要现金吗？哥几个坐下吧，坐下吧。那我也没带现金呢。没带现金你就走不了。这屋有什么魔力吗？我走不了。坐下来。坐下来，坐下。啊，老弟，那我也拍一下呗。你快点，快点过来。刚说几个？八个折，算你十打。十打，嗯，都给你放上了，行吧？咱们交个朋友，二十，好不好？啥意思？但是我要求，他我必须得带走。你问问他愿不愿意跟你走。走。你别碰我。你咋的了？这不是说话地方，你先跟我走。你别碰我！什么是不是说话地方啊？我十八了，我成年了，我想交什么样朋友交什么样朋友，你老来管我干啥呀？老管我干啥呀？真心话呗。真心话，在这个社会，我现在我交点有权有势的朋友，不是很正常吗？你这样的朋友我都交了，我跟谁交朋友不行啊？用你管啊？赶紧走，管不了你呗，现在赶紧走，有点格局吧。以后没事少来地下室啊。啥意思？